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فرض الصلاة على عباده المؤمنين، وصلوات الله وسلامه على سيدنا ونبينا وحبيبنا محمد إمام الراكعين الساجدين،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ته المقيمين الخاشعين والتابعين ل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بعد. 关于礼拜这一课题的第五个方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 maqasid as-salah， 礼拜天启的这一功修所包含的主要宗旨。我们以上提到了三点，在这一节课里边呢，接着要说 maqasid as-salah， 礼拜所包含的宗旨的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通过礼拜啊，礼拜所包含的主要宗旨中有能够落实全人类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友好关系、相互保障、彼此保护、互敬互爱。礼拜天启的这一功修所包含的主要宗旨，其中可以落实社会功效、人文关切，以及呢，良好的能够促进和发展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关系和人文关怀，啊，通过礼拜的这一功修，消除人类彼此之间的一些差异，特别是民族差异、权力、文化、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实力等各个方面带给人间的，在人类现实生活当中常态有的这些不同的现象。所以伊斯兰规定礼拜这一功修，而且它特别强调一定要参加集体礼拜，特别是每周五一次要集体礼聚礼拜。任何一个人社会上都是那么的不同的，唯独你到了清真寺里边叩拜真主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全人类他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要拿国内的清真寺做比喻，我们可以认真的看一看人类世界地球上最大的清真寺麦加天房。我们在那里整整四年朝觐甘赞拉夫斯巴纳达阿来，虽然官方数据每年报300万、400万等啊，其实呢也有专业人士的说明啊，啊，没有官方报数据的那至少有600-700万人的。然后这十多年麦加天房一直在不断的扩建啊，达到若干年一次可以容纳1000万人，可以环游天房，可以同时做礼拜，可以同时去朝觐的这样的人数和规模就别说1000万啊，几百万或者几十万都已经不得了了。大家记不记得十几年前2008年我们国家奥运会是不是做了鸟巢、水立方等这些，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2008年全世界各地那些参赛选手来我们伟大美丽的祖国啊，参加运动体育赛的，以及国外友人和来宾，啊，10万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10万人，是不是这样？因为迎接几十年当中一次10万人，十几亿人口的这么大的一个大国，样样大国。
你要准备多少年？要规划多少？在北京要拆掉多少？要设计多少？是不是这样？就仅仅为了多少年后能举办一次啊世界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啊还看着倒计时，说再过多少天就是啊2008年的什么这个奥运会了，就仅仅10万人。麦加天房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石山峡谷哎。每年朝觐期间，那一个月至少6、700万人。从每年的1月份一直到12月底，一年365天人次，去小朝的、环游天房的等等，差不多2000万人次。Subhanallah，你会发现。世界人类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再强大的国家，所谓再发达的，吹自己多厉害的这些国家，有哪一个能做到，能让全人类在特殊的一种形势下，全部保持平等一样的这样的状态？只有天启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里边只有礼拜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这样？你站在第一排，它是不受限制的，有可能站在你旁边或者站在你后排好几排的那一个，就是某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在真主面前，在做礼拜面前，在清真寺里边，在叩拜真主的场所，不是什么元首这那，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人，有可能其他方面还比不上你。这不是吹的，不是虚伪的。不是自找乐趣，不是自己给自己创造良好的感觉，事实就是这样。除非你还真不知道清真寺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必须是怎样的。所以，礼拜的这一功修啊，真的，它所包含的这些天启宗旨，真的太了不起了。啊，就拿现在的这一节课，第四个方面，它能够完全落实社会效益。人文关怀效益，比如，啊，世界人类皆为兄弟，世界人类同根同源，好不好？还有穆塞瓦，世界人类平等，没有贵贱之富，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只拼敬主爱人的程度，谁是最能够敬主爱人的？谁是在人间最高尚的？还有 "wat tadamun"，相互保护、相互保障。所以别的别说哈，我们就拿青海省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打个比方吧，几乎每天中午做礼拜的时候，有2个、3个，甚至4个、5个葬礼。西宁，美丽的那一座城市，有几十座清真寺。每一座清真寺的方名，家里要是有了死者归真了，全部抬到清真寺里来。然后，就在中午做礼拜的时候，给死者举行葬礼的时候，绝对是有成千上万人的。而那些人又不是你的亲戚，又不是你的舅舅，又不是你的什么亲人，只是一个原因，就是穆斯林同胞。而且伊斯兰教法把这个定为穆斯林彼此之间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有能力必须要参加，葬礼，不管他是不是你的亲戚和亲人。不管是不是你的朋友，你知道听说了，你只要听说了，你只要知道了，那么你就得要参加对死者最后的一程祈祷，为他求饶，给他祝福，好不好？
所以啊，我在很多年前的讲座交流当中提到过这一点。啊，只要在一个地方有一座清真寺，那绝对少一座监狱。清真寺是这样的地方，所以有严重的自闭症这一类的人群啊，一定要紧跟集体的办公，对调节你的心理疾病是有绝对的好处和引导的。有严重自闭症的人啊，就不跟人说话，那么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要参加集体礼拜，特别是大清真寺里的礼拜，人越多的地方越好。在那么多叩拜真主的人群当中，你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是不是这样？在真主面前，只看谁在鞠躬，谁在叩头。Allahu Akbar，真主之大。什么？你的这个老板、董事长、企业家、有钱人，噔噔噔。什么都不是，这一切的一切，在清真寺里边叩拜真主、做礼拜的时候，Allahu Akbar，只有真主知道。所以，这个啊，就从心理疾病、所谓抑郁症、自闭症等这一类的啊。包括我们平时，统一集体做礼拜，同一个朝向，同一个形式，同一个方向，同一个伊玛目在代拜，在领拜。你想麦加天房只有一个伊玛目，给几百万、给上千万人在领拜，在当伊玛目，一声阿拉伯的几百万人，不到几秒钟内，阿拉伯都可以集体入拜。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神奇。你有这种统一的这种接受教育的这种培养，对穆斯林而言，礼拜它带着很多的一些正能量、积极效益，无论是他的学业、工作、婚姻，和我们人类生活相关的各项事务中，能够招来安拉对我们的。赐予我们的机遇和福分呢？只要你做礼拜，你可以获得父母对你的喜悦。提里米吉神训集中，阿拉的舍曾拉拉哈那怎么说？真主的喜悦就在父母的喜悦中。如果你父母不喜悦你，你的人生失败得一塌糊涂。不管你是不是穆斯林，我们先别说这些话了。天底下忤逆双亲的人，这个对自己的父母不好的人，真的是没有好下场，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是不分什么穆斯林和不穆斯林的。而做礼拜可以招来父母的喜悦，通过父母的喜悦可以得到安拉的喜悦，伴随礼拜。伴随清真寺是最好的伴侣，最好的陪伴，因为清真寺里面有通背古兰经的人，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能够给你介绍很多的行善的一些机会，不像那些抽烟喝酒、无恶不作、吃喝嫖赌、无度俱全，你和他们近距离，你碰你试一试，好比你一杯清水，给你里面滴一滴黑墨水。你看一看，你这一杯水还能清澈吗？一个道理。所以，这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里。第五个方面，礼拜的主要宗旨，我们呢从这四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介绍，它不仅对个人，对个人的身体。心灵、内心、思想、心情，最后呢，从
以上这些上升到社会层面，有社会效应，有人文关怀效应，啊，平等，啊，相互保护、保障，全人类统一平等，皆为兄弟。正所谓现在我们啊，国家在这些年啊，比较主打的啊，面向全世界说的一句话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Subhanallah 啊，说的很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1400多年前，《古兰经》预言了。伟大天启的伊斯兰教对世界人类就有着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引导和细则引导和规范。这是呢关于啊礼拜的第五个方面啊。第六个方面，从古兰经的角度我们了解一下礼拜和其他的那些善功同时啊提到的一些相连一些关系啊。古兰经中我们发现礼拜和很多的一些善功啊相提并论，特别是啊不用说大家可能猜到了，那就是听课啊，最明显比如像第一次黄牛章的43节经文中说，你们当谨守拜功，你们交纳天课，你们和鞠躬的人一同鞠躬，你们礼拜，你们交纳天课，这是在古兰经里边最常见的，这两个要求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啊，几十次以上的。请高位的当拉在第九章忏悔章18节经文中又说 إِنَّمَا يَعْمُرُ مَسَاجِدَ اللَّهِ مَنْ آمَ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وَأَقَامَ الصَّلَاةَ وَآتَى الزَّكَاةَ وَلَمْ يَخْشَ إِلَّا اللَّهَ فَعَسَى أُولَٰئِكَ أَنْ يَكُونُوا مِنَ الْمُهْتَدِينَ。 只有坚信真主后世礼拜交纳天课只畏惧真主的人建设安拉的清真寺，وَأَقَامَ الصَّلَاةَ他礼拜，وَآتَى الزَّكَاةَ他交纳天课，天课和礼拜，礼拜和天课是紧密相连的。阿拉说这等人啊有希望是遵循正道的。那么专家学者对这一类的紧密相连的经文呢啊是怎么剖析和研究的呢？就是说伊斯兰鼓励人类啊一定要完成的同步进行的最大的两项功课，礼拜和天课。礼拜是信仰之后伊斯兰里边的第二大要素啊，第二大支柱，而天课是伊斯兰的第三大要素，第三大支柱。很明显礼拜是人类向造物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天课是人类向社会弱势群体，人类向人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向真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或者换一种方式说，礼拜是功修，礼拜是身体的功修，是精神层面的功修，而天课是经济的功修，也是精神层面的功修，两个都包含着啊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换一种方式表达，礼拜是个人功修建设，自我建设啊，天课是经济建设，两种体系，这两者很重要。而这样的两种功修啊，礼拜和天课，它主要是想让人类摆脱对除真主以外所有一切的崇拜。礼拜和天课让人类真正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自由解放和人身自由。为什么鞠躬叩头只能给真主做礼拜，礼拜可以让人获得全面自由，摆脱去崇拜那些一切被造物一切利益。做礼拜的人通过礼拜
使自己摆脱对一切被造物、一切利益的崇拜，而完全面向崇拜宇宙万物的主宰阿拉胡斯巴纳瓦塔尔的。而天课呢，让人类摆脱崇拜钱财、欲望啊，摆脱对钱财和欲望的崇拜，得到全面的人生自由，去崇拜阿拉胡斯巴纳瓦塔尔的。所以，据专家学者啊，在剖析你们要礼拜、你们要交纳天课的这节经文紧密相连，而且几十次啊，原因呢在于礼拜的功效和天课的功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想让人类摆脱对于宇宙万物，包括钱财、欲望，这一切的崇拜，只让我们去崇拜独一无二的主宰阿拉胡斯巴纳瓦塔尔的，从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人生自由。你是自由者啊！所以谁是坐监狱的人呢？被自己的欲望、私欲监禁的人，他就是坐监狱的人。谁是俘虏呢？是 asir shahwat， 一切欲望、一切世俗事物，除真主以外，所有的一切俘虏了他，他成了钱的奴隶、权的奴隶、欲望的奴隶、利益的奴隶，他才是真正的俘虏。接下去，谁是真正的人生自由的人呢？那绝对是完全顺从真主、崇拜真主、给真主鞠躬叩头礼拜的人，那绝对是人生自由的。所以有些问题啊，光靠讲真的是讲不到位的，再加上我能力很有限，这不是虚伪，需要什么？需要你和我亲身体会，认真做起，振作起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礼拜和天课紧密相连，这是古兰经里面最常见的。第二个方面，礼拜和奸人也在古兰经中很多地方啊紧密相连。伟大真主说：“我斯塔伊努比萨布里瓦斯勒，你们以奸人求真主的相助。”你们以礼拜求真主的相助，你不是口口想得到真主的援助和保护吗？首先你要学会忍耐，你要有坚强的毅力。第二，光靠毅力是不行的，你还必须要来一些实际行动呢。我说了礼拜，你通过礼拜求真主的相助。黄牛章的45节，还有伟大真主在朝觐章的35节经文中说：“阿拉丁内达都克朗拉胡阿吉拉图鲁布洪。”那些为安拉供奉的人，他们是怎样的？当有人提起真主啊，安拉，我就来吐露不红，他们的内心在颤抖，因记忆真主而内心有感觉，有颤抖。我扫比利拿来买，扫白红，他们是能够坚守，能够坚忍他们所遭遇的一切。还有我穆给你扫了，谨守拜功的，我明马拉扎格纳红明费婚，他们分手我给予他们的。你看，坚忍和礼拜。啊，紧密相连。还有雷霆章22节中提到，我来定的三百路，一不提高，二不就提高不行。有些人可以忍受一切，他不是为了别的，而他是为了寻求养育他们的主的喜悦，为真主能够自控，能够控制自己，能够忍受，能够忍耐，能够坚忍。哇，高姆斯莱，他们礼拜。我安法古密马拉扎格拉姆斯拉瓦莱尼亚。他们秘密或公开的分舍我给予他们的，啊，而且他们以善治恶，不是以恶治恶，而且他们是以最好的善功去抵制不好的那些事情，以善治恶，
而不是以恶治恶。阿拉说：“乌莱克拉胡姆古巴达，这些人他们将享受啊优美的住宅，指的是后世的天堂。”那么《雷霆章》的22节中，首先提到忍耐、坚忍，为取真主的喜悦而坚忍，而他们礼拜，礼拜和坚忍，坚忍和礼拜紧密相连。所以这种相连你会发现，这个在礼拜之前提到坚忍，先坚忍后礼拜，古兰经里面的这种语言逻辑啊，它是非常美妙的，因为礼拜真的是需要坚忍，需要与自我斗争。如果你遵从自己的私欲，你跟着自己的私欲走，那是不会站起来礼拜的。所以呢，先提起坚忍，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毅力，然后要礼拜。当然，这方面还有专家学者详细的解释啊，我们在这里就不提了。那么这就是在《古兰经》里边，礼拜 （salat），它和其他的一些善功，在这节课里边呢，就提到什么了？首先，它和天课有紧密的相连。礼拜和天课，它的主要宗旨基本上相同，想解放人类，想让人类通过礼拜和天课天启的这两项功修，得到全面的人身自由，只崇拜宇宙万物的造物主阿拉苏巴那塔阿拉。第二，礼拜与坚忍与忍耐紧密相连，说明呢，礼拜是一个非常沉重或者非常严肃的功修，它是需要坚强的毅力、意志力，坚强的忍耐的。那么，这是我们在这节课要和大家分享的，从《古兰经》的角度去了解礼拜。我们在第一节课里边呢，和大家提到了10个方面，在这节课里边和大家分享的是第6个方面。第7个方面呢，《古兰经》关于鼓励我们人类做礼拜，推动我们人类做礼拜，这一方面，《古兰经》所采用的一些表述，《古兰经》的文风表达，《古兰经》是以什么样的形式鼓励人类、鼓励人们？做礼拜的，这就是我们的这次专题讲座的第7个方面。Inshallah，在下一节课和大家接着学习。在讲解过程当中，正确的一切是来自于伟大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无限的赞美他。假如有错妄、漏洞、不到之处是来自我个人无知和恶魔，希望 Allah 的饶恕。好，我们的这节课呢就到这里结束。下一节课和大家接着分享《古兰经》是如何鼓励人类立起拜功的。好，我是阿拉伯萨拉姆巴的卡拉纳比那穆罕默德瓦莱阿里和阿斯哈比和阿吉玛因。